它是一个法国他们国歌的名字。那这个作品就是讲说，因为我前阵子对音乐剧有喜剧，那我想说也是对用音乐去说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我背景故事是想说那个拿破仑要前往西班牙征战的这个故事。那他在马赛这个海滩上面去在战前去思念他的家人去。